大家好，文学对我来说是生活抒发，也是时代故事。从小看布袋戏、歌仔戏，听台湾歌谣、台语广播长大，这种生活经验成为我后来创作的重要养分。我是诗人陆安秀，请让我为你读一首诗。欢迎锁定台中古典音乐电台 FM97.7 跨世代情怀节目。